整到呢個咧？就係喺後面整嘅啦。早前在台北西门町想陪家人买篮球鞋，抬头发现这个著名的运动品牌一街都是的 banner， 一生只有一次这句口号这么熟的。我们香港之前全港学界精英篮球比赛的时候，不是有句一生只有一次精英吗？原来在台湾都有一生只有一次 HBL。台湾高中篮球联赛四强总决赛3月16、17号在小巨蛋上演，运动品牌就在西门町摩曼顿花花篮球体验店打造主题热点，为球队推出系列产品，还可以影靓相留念，听说还可以抽门票。拎不拎住个篮球影相就随便你的，我觉得拎住比较自然一点。店员帮你影相，然后还可以揀选哪间学校的主题，还有怎样放些 logo 啊、口号等等。我就说想揀女子组的代表，店员向我介绍普门是去年的冠军，我看看刚刚好又是我喜欢的红色，于是我就听他说咯。就是这样，我就意外收获了一份和运动有关的手信了。篮球在台湾一向都很受欢迎，可惜三月中嗰阵我已经翻返香港啦。如果唔系嘅话，我都好想现场感受一下 HBL 啊。